们现在搭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河口湖站，看这一站超可爱，这里好美哦，很可爱，而且来到这里一路上就看到卖富士山造型的东西，然后这里一路上就看到很多的脚踏车店。有看到不动吗？哦，在那边，现在十八度，走，我们去吃饭。这间名字叫这个，它在车站对面，然后很多人他们就到了之后呢，就先把行李寄放在这里，然后在里面吃。嗨，宜修尼，我们位置在哪里？哦，我已经看好菜单了，它这里就是只有一种几样的主食，荞麦面跟隔壁像隔壁这种有汤的这样子。好大锅哦，还好我们没有一人点一份。哎、欸，它这面有点厚，有点像板条哎。它介于刀削面跟刀削面之间。哦。它后面的菜，我们吃的跟军神一样的料理。你说这个是什么？丰臣秀吉的那时候。一定是军队在吃的。我们在吃这个军队料理。啊，吃完之后等一下就可以打仗了，各位。里面对啊，这很像一锅大锅菜，对对对，部队锅，日本版，对，好，日版部队锅，怎么样？你们吃起来感觉如何？有很多的这种小白菜，大白菜，对，然后有香菇、南瓜，然后它主要的主食是这个，是没有肉的，是面疙瘩，对对对，就是面疙瘩。我觉得这锅吃起来的感觉。这样是我妈昨天呢煮了一锅的火锅，蔬菜火锅，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再把面放进去，然后把它吃一吃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脚踏车煮起来了，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 bikepacking 呢，我们是用这个 Topic 的包包，前中后 ，Maddie 的后届朋友了，这样子。我等一下去。饭店那边再重新放我里面的东西，不错。然后我们还有带个汽车袋，对，这样子，对，这里汽车袋很方便，就可以搭乘公车啊、巴士这样。今天刚好台风天下雨，所以我还带穿着雨衣。你刚刚买的？哎、欸，哇，这新便衣很漂亮哎、欸，800块，哦，很漂亮的雨衣耶，好好笑。可是可以重复穿的，刚推荐了他们去买。我是用这个在前面，这个容量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我超喜欢它这个泄气的这个功能，把这个气放掉的功能。好了，各位走吧，上富士山。而且我们这个很好看，我觉得你这个绿色的很好看。哦，谢谢。我黑色的也很好看。总算是要出发了。第一天到的时候就已经5点多了，动一动，转车怎么转，好几次到一到9点。对，然后今天又台风天。我们到了这一间 House Day， 它离火车站我们刚骑过来大概5分钟不到。然后它这边一入口就有很多脚踏车可以租的感觉。这间是台湾人来这里开的哦。哦。嗯。谢谢，这是日式的铜锣烧，对。那因为我们社长是台湾人，我们就准备先小心一点客人。太感动了。好了，我们 check in 好了，然后他的背包是放在这边，就是有需要再拿去就好了，因为有些人是用自己习惯的东西这样。这样也比较环保啊，就有需要再拿就好了。嗯，现在很多开始都有这样子。咖啡也是放在这边，咖啡这边也是，还有双铜锣烧，这铜锣烧还有两个哎。对。然后他说脚踏车的话，有一些人是清理完脚踏车之后可以放到自己的房间，不然就是跟柜台的人说，然后他会安排一个位置让你放。然后我们的现在就是放在门口进来的那边。好棒哦，好想要多住几天哦，在这边。舞台，然后我们就把舞台这样交错叠在一起。
们这一次是一间三人房，一间两人房，然后我们都是面富士山的，可是今天是下雨天，所以是白墙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是用密码的，就不用带钥匙。我觉得这用密码的很方便，就不用带钥匙。一进来就是一个浴室。厕所就是有一个浴缸，然后有复洗澡的沐浴露什么的，然后它这里还是有一些备品，要高雅刷这种的，吹风机也有。对，而且它这不会很窄，就有的是日本的，这个很窄。它这个厕所是大的，你看我手可以张开。哇，你看这很大间哎，而且它这个面对的就是富士山的景。然后我们这次的房型呢，它有两张双人床，最里面这边呢还有一个榻榻米的空间。天气好的话，我们这打开就是富士山。你看前面就是富士山。我看到了。对。用点想象力就会看到了。对，而且坐在这个榻榻米很舒服哎。你睡呢？这个榻榻米很舒服哎，而且你还可以在这里看书。用手机，它这里都有充电的。你等一下剪片就在那边剪片。然后在这里喝茶，吃着我的铜锣烧。我们刚才在房间里面休息一下，然后吃个铜锣烧。现在想说，趁现在天还亮，我们想要去附近看看。对，想说去湖边绕一绕，然后它还有很多的小店可以逛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小景点，像我们住的附近就是河口湖大桥。对呀、啊，你看。它这里还有这种西瓜房的房型哎，好酷哦！对，我们坐的就是在那边哦，你看那边，然后看出去就是富士山后面那个白白的。嗯。你各位也太帅了吧！你很夸张，你们很夸张哦。我刚才看了一下呢，环这个河口湖骑脚踏车环一圈的话呢是17公里、嗯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去骑脚踏车，它这边路线都有标识。走吗？走啊，走啊，往下吗？下雨天的河口湖超级美的。对啊，就算没有富士山还是很漂亮。我觉得我们目前这样骑起来，我觉得这里比琵琶湖还要美。因为它可以完全的骑在湖的旁边。我们上次去琵琶湖，它是没有骑在湖的旁边。超美，而且我们今天天气应该算是不好的天气。哇，但是还是超美的。对。好美哦，超美。哇，这里我可以环三圈，感觉如何？很好玩啊，超美。对，还好雨没有下大，而且我们这样子骑一个小时呢。对，差不多。嗯，而且沿路风景真的是好漂亮哦。其实有时间慢慢骑的话，沿路有一些咖啡厅啊，有一些神社啊，一整圈几乎都是有景的咖啡厅。对，然后有一些脚踏车步道。餐呢，我们要来吃这间 Yolo Molly、嗯、这家是朋友在网路上找的，然后他是吃，等一下进去看。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一区呢，在河口湖，它就是一个十字路口，它这边呢有非常多店家可以吃的地方，然后刚才那边还有逛街的，那边还有一个大超市，等一下吃完可以过去逛，有超市，然后逛街的也有。这间你看外观就是一间很漂亮的一间餐厅哎。生鱼片、烤物啊、牡蛎啊、海鲜啊，这种冻饭菜啊、点餐的这样子。它这是煮马肉哎、欸，还有马肉刺身。对，这里马肉好像很多哈、哦嗯，有一些烤串，它说这个是有几种的，有海鲜啊、冻饭啊这种的小样的，就是像居酒屋这样子里面。没有你流口水，在旁边只能看，不能吃。
这不然有两份桥段。哇，这个是真牡蛎耶，一二三四，真十颗。我们点了一些刺身，然后关东煮十颗沙拉，牡蛎一瓶 sake， 还有一些串烧。来吧，长官。啊，感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今天大太阳，希望看到富士山。富士山。半生一半熟，但他饭是什么感觉？饭就是寿司的感觉，但是他切好短期。如何？就是握寿司啊。但我可能比较喜欢一般那种圆捏的圆形，太大块了，饭太多了，太饱了。怎么样？这一餐吃的如何？没有问题啊，我请你吃的。哦，好。哎，我们吃这样子19000，不错。日币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要来买一点东西吃。明天我们早上会起来吃早餐，然后吃完早餐之后，我们就会去北境富士山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咯，晚安。Andy， 我要吃这个。好大颗哦！哎，这个才480哎！这些人开始买这些半价的东西，刚明明就吃很饱，但是在日本的超市就是晚上就会有这种。哎，我看这个富士山 T 恤很适合你哎，这一件像布丁的，真的很可爱。这小朋友，那你买一件啊？昨天睡得好吗？好，超好的。对，好想要再多睡久一点啊。对。嗯，好可惜，我们这阵子碰到台风天，然后看不到富士山。不然你就会被富士山，对，一起床还没开窗就可以看到富士山。对，会被富士山迷醒。那你们是这个吗？那个何时还是蛋沙拉是尾声？各一。何时跟蛋沙拉？何时跟蛋沙 ？OK， 那我们先帮你存。这可以帮我们切吗 ？OK， 麻烦你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以碰到台风来说，我们算运气还不错。对，我还昨天还去骑了一趟脚踏车，哎，它那里还有一辆车。嗯，那去哪？去看一下它早餐是什么？对，除了我们自己点的餐点之外，它这里还有一个饮料区，有果汁跟咖啡。嗯。然后它这边还有给小朋友用的餐具。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日本会吃那种洋食咖啡厅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，很丰盛哎，味噌汤还有饭，然后还有那个炖煮汤类的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好了，等一下要去骑北境富士山。但是今天的天气就是那样子，所以其实我们也想了很久，但是想说。还是来了就去吧。对，然后富士山应该是就是在那边。对，看得到啊，我看得到，有心就看得到。对，现在是有雾挡住，没有。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上去可能也是一片白墙。对，反正就去看看。我们在他这个饭店顶楼啊，很酷哎，因为你看全部旁边都是环绕的山，就算看不到这边的富士山，它旁边的山啊，然后云层这样也是很漂亮。你自己看，那边还看得到河口湖啊。然后这次我们在河口湖住的这间 house stay 啊，我觉得很棒。它就是地点很方便之外啊，它里面的设施还有洗衣机啊，还有饮水机啊，微波炉什么都有。然后又是面向富士山，如果真的有好天气的话，就超棒。机能也很不错，睡觉的房间也很舒服。对，睡得超好的。早餐也很棒，整个就很适合来这边多住几个晚上的地方。对，可惜明天没有房间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我们刚才从我们住的地方出发，其实大概就是一直直走，然后就会看到一个哇木头制的富士山的这个门口了。这里啊，一直直走呢，就是北境路线。
好直哦，这条路。对啊。我们开始爬山了没啊？还没吧？哦。Go go go！有音乐听，哎，听这个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地上有一个音符的符号，然后我们再仔细看了一下，地上就有一条线一条线的，原来是车子的轮胎摩擦到地面的结实状，摩擦出来的声音呢。酷。超酷的。好像有一点点下雨。对。毛毛雨。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看到路。不会。感觉白天比较不会，可是看旁边很森林的感觉，好长的直线，都不知道要骑到哪里，看不到尽头的直线。我感觉来到太平山有没有？太平山至少是有弯曲的，这个一直直线。看起来有东西逛哦。还是来逛街好。有人要休息吗？好。好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那我们进来这里，它这里就是有卖票，然后它这边有可以玩森林铁道啊、碰碰车啊这种的，所以这边可以买票进去这样。那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，因为有一点点小飘雨了。到了。从这里到里面开有24公里，然后爬升多少？1000多了。爬升1000多。我们骑进来啊，它就会都会有这个指标。然后我们现在骑还有22公里，然后这里的坡度是6.8。从刚入口那边本来是23.9公里，然后我们现在骑到22公里的地方了，还有22公里。现在到了这个一和睦停车场，总共有五个和睦。这段路呢都是缓上坡，都没有到非常陡，它大概都7-8坡。如果天气好的，如果没下雨的话，哇，你在这种地方还需要喷防晒？对，会黑掉哦。你有看到任何疑似太阳的痕迹吗？我只希望不要被雨淋湿而已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从一和睦呢，再骑到二和睦的话呢，是5.6公里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放弃？骑骑到几和睦？看到我们会骑到几和睦？会不会买不到预售啊？那我就拜托雨山上去帮我买。没有，就自己买自己的。因为还要拜啊，买到预售你还要拜啊。嗯，我的资料你也知道，你帮我拜。你是说你的住家，然后姓名啊，出生年月日要禀报是？帮忙一下，你说。好，加油。我们来看啊，我们这个北进富士山路线，它就像是个长柄一样。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前面的这一根勺子的这一根呢骑完了，现在是在一个 U 字形。U 字形，大大的 U 字形，有18公里。对，25分钟啊。如果说你开车的话，那我们现在骑了7.多公里。不是，好香哦！富士山的空气，对，富士山的空气很香，要付钱的。对，我们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富士山伴手礼有什么，然后就有人卖那个罐头的富士山空气，赶快多吸几口。我们就在这里呼吸着富士山的空气。结果还是免不了要雨战啊。本来
还有17公里啊！哇，雨很大哎、欸！要回家了吗？还是？我是认真的、欸。最近在加巴士站。不然这个雨，你看人家。嗨。哇 ，SL 8出现了。是吗？怎么办？跟着他骑。跟着他骑就不会累爆了。